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Think。那在前几天的议程中呢，我们分别讨论了创业话题、全球化话题和新冠疫苗的话题。那今天我们会聚焦在更加硬核的技术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与应用。那近年来呢，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啊，很多前沿技术开始逐渐从实验室走向了大规模的商用。那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了。我们也想知道哈，在疫情这2年，人工智能行业中出现了哪些新趋势、新变化？哪些前沿技术取得了新突破，又将在下一阶段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些疑问呢，此次我们请到了我们密歇根大学的终身教授、智能网联实验室主任 Henry 刘，以及我们谷歌顶尖人工智能企业 Krista 的，硅谷顶尖人工智能企业 Krista 的工程副总裁平吴，他们将分别从前沿研究和实际应用落地的方面为大家解读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那我们本场的 moderator 是我们的 ILVC 的 general partn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硕晨。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硕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 Daisy，然后也感谢 Think 的团队，对这次大会的这个组织与主办，然后非常期待今天跟咱们两位嘉宾一起可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尤其是 AI 和在这个 autonomous driving 行业里边的一些机遇与机会。然后，要不咱们先开始的时候，因为二位的经历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在很多的大企业还有著名的这个学术机构，都曾经深耕多年，所以要不先邀请二位先做一下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要不 Henry，请 Henry 先吧。OK，我是 Henry 刘哈，我是密歇根大学土木环境系的教授，我也是我们这个智能网联研究中这个智能网联交通研究中心的主任。我这个基本上我的这个生涯都在学术界哈，中间这个曾经有2年的时间，2017年到2019年的时候，我在国内，在北京，在滴滴做智慧交通首席科学家，然后在那当时带了一个这个城市交通的一个团队，在主要在做一些跟城市交通管理相关的一些算法和这个系统的开发。感谢 Henry 的介绍。当然，作为 Berkeley 的 faculty，我要补充，Henry 之前也在 Berkeley 当过 postdoc，对吧？是。好的，欢迎。然后 Ping please。嗨嗨，大家好，我叫武平啊，我其实职业生涯相对挺简单的，我现在是在 Cresta 点 AI，做产品和工程的副总裁，我现在在 Cresta，这个是应该是我第13周，所以我也是刚刚去啊，然后我之前就一个雇主，我就在谷歌，然后工作了13年半，从 PhD 出来就一直待在谷歌，然后在谷歌的话，我其实主要做了2件。主要就是我的其实 focus on 两个东西吧，一个是我是07年做的 intern，然后08年初进的谷歌，然后我那时候是
智能手机刚刚发布，然后 App Store 还没有发布，我那个时候是作为第二个工程师加入了当时还很小的一个叫移动广告工程团队。后来大家知道，就是随着那个 smartphone 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然后那个 App Store App you know 就是像爆炸式增长，然后就是所以这整个移动广告市场就是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可能我在那里待了七八年，然后可能见了1000到2000倍的增长吧。然后我也就是通过这个增长也学到了不少就是管理的知识啊，还有就是带领团队的知识，然后这个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就另外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我是过去4年半都主要是在那个谷歌云下面的 AI 组。然后谷歌云 AI 呢，其实跟就是它不是做的是传统意义上的 AI 的研究，它主要是注重做那个 AI 的实践和做 AI 的产品。然后我带领的团队，我带领了其实比较就两个 organization， 一个 organization 是负责所有谷歌云的就是 AI 平台，就是如果你现在如果到谷歌上面去搜Google Cloud AI Platform， 就是 The Vertex AI， 那个就是那个 organization 之前是我的 org。然后还有就是做 AI 的解决方案，就是做 AI 的那些 solutions， 它是就是更上层一点。然后我 start 了几个 solution， 包括一个就是是 contact center AI， 就是把 AI 用到呼叫中心啊，然后用对话 AI 对话技术运用到就是让各种对话的场景让它更 efficient， 然后能够从里面能够 analyze 出来更多 information。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做这东西在 Google 就是特别是 Context Center AI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后来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接下来我想把这东西更加推进的话，我觉得可能想尝试一下在一个比较好的小的环境里面把这个去更集中精力把这事情做起来。那我觉得那我后来我就去了 Questa， Questa 现在成立了大概已经4-5年了，然后也是从 Stanford 里面出来的学生，两个 PhD student， 他们是一个 co-founder叫 Sebastian Chern， 他也很有名，是 Google 的创立的 Google Self-Driving Car 部门。然后现在 Questa 点AI 这个公司也是做的还我们现在发展不错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阶段。然后我们拿到了就是包括 Andreessen Horowitz、Greylock 还有红杉硅谷红杉的一些投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主要是在做这个 Context Center AI 的一些产品啊，就这样啊，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谢谢。其实武平这边也特别亲切，尤其因为之前十几年都一直在 Google， 然后我在 Venture 之前在高盛待了很久，谷歌是我主要负责 cover 的，所以像当时谷歌收购摩托罗拉呀什么的也是主要是在 Google Campus 上住了很久，所以也感觉非常亲切啊。不过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的就是两位的背景非常互补互成，因为正好我们有 Henry 是学术界这边也非常资深的，然后而且武平这边也可以对行业的深度分析做出很多的这个贡献，所以我想说要不咱们开始的时候先退一步的讲一讲这个可能行业的一些大的趋势吧，比如说像目前在 AI 在实际行业中还是运用场景非常多的，要不邀请二位先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所在的团队或者公司主要研究的领域主要是通过哪几个方式这个方向在做深耕，要不邀请 Henry 先。对，我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就是交通方面，就是在 AI 在交通方面的应用。那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在主要是做大概两个部分的工作，一个是自动驾驶的测试，也就是这个怎么去 validate 这个 driving intelligence 是吧？就怎么去看它的这个，尤其是从这个安全性的角度讲，怎么去看它的看测试自动驾驶的安全？那现在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就是虽然有很多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公司啊，但现在实际上在市面上还是没有这个 L4 level 的这个就是高等级自动驾驶，其实是没有的哈。就是我们实际上现在目前为止只有这个 L2 的这种辅助驾驶的，那 L3 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能够 claim 叫 L3 的就已经非常少， L4 就市面上没有，但测试的很多。那到底怎么去测测试？
然后测试本身其实跟自动驾驶的这个开发它是一体两面的，是吧？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如果我能知道怎么去测试，我也就知道了怎么去弥补我这个各方面的不足。如果我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了各种各样弱点，那我就可以去针对性的去进行这个训练。所以测试跟开发是实际上不光是这个，就是从这个使用者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政府 regulator 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测试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密西根大学，因为我们交通就是这个整个学校，因为在这个三大旁边，所以一直在交通方面都做的比较不错，所以这边很早的时候就是建了一个测试场叫 MCity。这个 MCity 是全球第一个那个就是 dedicated closed test track for automated vehicle。那我也是 MCity 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主要设计者之一吧，现在也在参与一些 MCity 的一些管理。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做就是说测试的方法论，就是到底应该去怎么测试，我们应该考虑哪些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方法论的研发，包括一些这个测试系统的一些研发，所以这是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目前看就是说美国主要集中在就是整个这个过去十年的自动驾驶这个十年的开发过程中，还是主要集中在单车智能上，就是主要还是靠车载的这些传感器，不论是这个特斯拉的路线还是威马的路线，都是集中在单车智能上的。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也开始做一些跟这个 infrastructure 相关的一些辅助驾驶的一些工作，就是辅助自动驾驶的一些工作，就是 infrastructure assisted 这个 cooperative driving 的这些工作。那最近我们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拿到 DOT 的就是美国交通部的一个2000万美元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安娜堡，就是在密西根大学这个城市，我们要装大概21个路口，就是装把这个21个路口能够全部 equip 起来，这样的话可以为这个自动驾驶车来提供必要的信息。那这个项目其实上周我们才这个刚刚开始的一个项目，但在之前我们做了一些跟这个就是cooperative driving 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我最近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感谢分享，其实的确是除了单车以外，这个 infrastructure 近段时间真的也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了。然后其实在单车方向，是不是武平可能会花的时间更多一些呢？是单车，就我不是做自动驾驶的，那就是但就是我可以大致说一下我对 AI 这领域的一些应用上的一些看法，可能追溯到4年半之前嘛，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做 Cloud AI 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组也就30个人，现在可能增长到快1000个人，所以有很多就是新的，就是过去这4年半的时候，就是你们可能也知道，就是深度学习取得了很多的进展，然后越来越多的也可以找到商业的应用，对吧？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平台，就是说可以，我们就像卖水的，就是卖运水、卖牛仔裤、卖那个铲子的这样一个 provider， 就把谷歌的这个 compute resource， 还有谷歌的一些 AI infrastructure 能够提供给面向全世界，对吧？所有的在谷歌云上 run 的。就是能够做这些开发者企业能够都用到，所以很大一个 use case 也就是自动驾驶这个 use case， 因为自动驾驶它需要很大的算力，然后很多可以 benefit from 这个 TPU 啊这样的这样谷歌比较就是比较 proprietary 的这些芯片啊这些 technology。 然后还有就是在之前做的这个 AI 解决方案上面，就是 solution 方面呢，我也看到了，就是包括 computer vision 啊、speech 啊、translation 这些各方面的这些应用。然后一个比较大的应用，我觉得可能 translation， 因为它是它的突破其实是比较早的，对吧？然后那它商用现在的它质量越来越高以后，商用的就是这个 use case 也是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还有应用是 computer vision， computer vision 是最早就是深度学习取得很大突破的，
当然在无人驾驶啊，然后包括在工业上，就是工业啊自动工业化，看那个包括看就是在流水实验上看产品的上面的 defects， right， 这个可以自动 recognize。然后包括还有就无人机上利用 computer vision 可以看很多东西，对吧？你可以，而且人脸识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computer vision 相关的一个应用。然后无人机上可以detect 有可能有军事上的应用啊，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风车里面可以自动可以看上面有 cracks， 这些以前都要人去看，现在机器都可以看，所以对这个就会好很多。然后 speech recognition 的话，很大一个 use case 是。就像现在我们现在这样对话，这 meeting notes 就是给各种各样的这个会议视频会议，然后能够提供记录，对吧？这个自动 translation 自动的那个transcription， 然后还有natural language 是最近就是从 BERT 以后，然后最近三年有越来越多的大的那个语言模型，然后越来越找到新的应用。就主要我觉得它一个很大应用，其实大家都是可能没感觉到，就是在谷歌内部就是搜索就是可能都已经用了20年了，但是就是里面用了很多这种新的技术以后，搜索的搜索结果也会得到改善，就是可能今日头条就这种推送的上 discovery 的这种 use case 也会得到很多改善，对吧？然后现在就是 focus on 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主要是把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speech recognition 有自动语言还有自动化语言处理，然后应用到这个很虽然听上去感觉是很小，其实是个很普遍的一个用应用场景。这就是在呼叫中心，然后在那个营销客服各种就是包括 retention 各种这样的场景里面，就是你想到基本上每个企业都会跟他的客户和顾客有这个对话的这个场景，对吧？ Either 是他一个you know custom support 那个客服，对吧？或者就是 reach out 卖东西，对吧？那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压力挺大的一些工作，然后可能这个人员流失其实很大，每年可能40%的人他会 churn。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不停的去 train 他，对吧？那就是现在就是 AI 应用的场景一个有的是就是把很多这些对话自动化，要用 bots、chatbots、voice bots， 还有就是让这些人变得更有效率，因为你可能他一直要训练很多新人，所以你怎么样让他很快的发现这些知识库里的东西啊，然后怎么把就是你平时就是要一直跟他训的，就是跟他说的这些像这种教程flow， 然后能够给他自动的给他提示出来，然后。包括自动语言可以现在做摘要 summarization， 对吧？还可以做里面把一些对话里面的重要信息抽取出来，包括电话号码那些，这样他就不用 take notes。 反正就你基本上，我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是因为就是你基本上拿出 natural language 那个 processing 的这个书，然后里面基本上每一个use case 它在里面都能找到有价值的商用产品。所以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第三部分是，就是说很多这些客服啊顾客和企业之间的对话，其实都是在这个客服啊或者这个营销啊这些话里面，然后这些话记录下来了以后，这音频记录下来，然后这个对话文本记录下来以后，那其实这个其实是个金矿，以前也不知道怎么去利用它。那你可以看为什么客户打电话给你啊，然后那些客户提到你的竞争对手的话，他们的 sentiment 是什么样，他们还提到了些什么问题，就是有很多这些可以应用，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产品，能让这些企业决策人 actually 从第一线很快的能找到那 customer 对他们反馈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大企业也很愿意为这些产品买单啊。所以听起来其实 Cresta 会涉及的这个行业还是蛮广的，当然就交通也在里边占其中的一部分，但主要还是就是 to consumer， 像 customer support call center 等等这种使用场景会稍微广泛一些，是吧？
哦，对对对 ，Quest 主要 focus 呢，就是让对话变得更有效率，就是 understand 人和人之间的对话，然后 either 是自动化，然后或者就是我们更大的 use case 是让就帮助这个那些 agent 能够让这个对话变得更有效率啊。嗯，哦，我看到其实咱们在 这个 Q&A 里边还是有一些群众，这个有观众还是在提问题的。我可能先把咱们这个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些问题我先问，然后呢之后会开始 take 一些咱们观众群里的问题，如果大家不建议的话。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因为这个近两年还是比较 special 的两年时间吧，尤其是因为很多行业都受了新冠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也想问一问二位，就是人工智能行业在过去这两年以来是否有一些新的趋势或者变化。要不咱们还是先从 Henry 来。其实我觉得从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上的应用来讲，我觉得这两年其实就是 pandemic 并没有影响太多进程啊，就是我觉得从技术发展的进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阻碍哈。我觉得这个倒没有那影响太多，但我觉得就是说过去两年倒是应该说自动驾驶整个的这个行业发生了很多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吧，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变得更加应该说更加实际了，就是更加这个 realistic， 以前非常 bullish 是吧，这个应该说15年左右到15到17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车企可能当时都公布说2020年左右世界上可能到处跑的都是无人驾驶车了是吧，那我们到2021年到现在一辆都没有是吧，就是商用的自动驾驶车一辆都没有，所以就是大家意识到说真的 L4 的这种高级别自动驾驶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这个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也不光是美国还是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所以大家实际上目前为止真正在讨论这个自动驾驶落地的这种情形的，那还是一些具体场景的一些落地是吧，这个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 robot taxi 这种应用那我觉得离真正的这个商用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距离，就是因为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你说 pandemic 对这个自动驾驶的研发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对研发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从技术的角度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看到了大家对这个自动驾驶的认知非常更加清楚了，所以你如果看那个Gartner 的一个 curve 的话，大家现在看自动驾驶就应该在大概在右边的那个 bottom 再往上一点点的这个样子，然后你也看到美国有很多 consolidation 是吧，就是很多企业被就是一些这个应该说 startup 的企业被一些 deep pocket 的企业所 acquire 是吧，然后这从国内看的话，我觉得国内可能相对来说应该说跟美国的发展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国内现在应该说这个 startup 反而最近两年融资还不错。嗯，的确是，当然如果等到未来的哪一天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真的非常普及的时候，那也是会非常需要 Cresta 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可能会需要对吧 individual 的 rider 去做这样的一个 conversational 的 exchange， 所以也想问问武平这边，就是在过去两年当中尤其是做更多 consumer retail 相关的，是不是反而发现机遇反而更多一些会更快一些呢？对，我 actually 想到这个 pandemic 其实可以 maybe 可以从四个方面说，就是我觉得就是 pandemic 其实是一个其实很难得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right tragic event， 但是它其实是个 system shock， 它是个很大的 system shock， 然后这个 system shock 能够让很多事情本来就在民主国家就不可能一下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很快的发生，你们大家可能看到很多这些 curve， 就是说，比如说电子商务啊，包括这种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包括你看这些云公司的这些估值，所以近两年的话都涨得非常厉害，对吧？就是那个 Amazon 可能都 double 了，就是在去年就 double， 然后 Zoom， 然后
然后 就是 e-commerce 的它的 penetration， 比如说美国以前可能 pre-pandemic 是 15%， 后来一下子可能就跳到 20-25%， 然后也可以听到那个 earning call 里面就是微软的 CEO 说 pandemic 让那个数字化转型本来要做三年的东西在两个 quarter 里面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利好于数字化转型。但然后说这个跟 AI 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其实这种 AI deep learning 其实可能最大的 use case 我现在觉得可能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 TikTok 就是抖音，对吧？它其实里面是用了一个巨大的推荐模型，其实是深度学习的一个可能潜伏在下面大家都可能没意识到，但是 of course 就是如果你 pandemic 大家都待在家里的话，其实你看这些 TikTok、YouTube、Facebook， 它的用量肯定是增长很多，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最 benefit 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就像刚才说的，数字化转型其实是加速了。What does that mean, right？ 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对，就是客服，比如说人跟人之间交流 ，What does it mean？ 就是数字化转型，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不去银行了。大家去那个银行很多有 physical 这种银行，就是很大的这些银行，像 JP Morgan， 那个 Bank of America， 它发展了上百年，然后就铺了很多网点，这以前是个很大的优势，现在就是有网上银行，这些 fintech 公司都非常火，比如说 Square Cash， Square Cash 可能你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 Square Cash 它现在用户已经比 JP Morgan 100多年来收获的用户都已经超过了，所以就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十年前那个 Mark Andreessen 他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写的篇文章是软件吞噬世界，对吧？那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说，所有在原子世界发生的东西慢慢都会到数字世界去，对吧？或者被决定于数字世界。那你从这个网上银行来可以看的话，现在这些金融服务其实它变成什么，它其实没有什么，它就是变成了 bunch of bits， 它就变成了一个 cloud 里面一个 software。所以说你要去找他人你是找不到的，对吧？那可以想见以后像 DoorDash 啊，像 Instacart 这些就是 retail 还有包括银行金融服务全都如果在云上的话，那你怎么 differentiate, right? 那就是你的人性化的这种交流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其实觉得 going forward 的话，其实客服或者就是 custom support 其实是会越来越变得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东西，会变成一个 differentiator。所以其实这一对 Questo 来说，就是我也其实很 bullish 的一个 use case， 就是说我们让这些人变得，因为他这些人原来可能是在 physical bank 里面，这些网点里面是 teller， 他可能现在没有这些，以后可能50年以后没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其实都变成了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的 support， 可能以后更多的这个就视频啊电话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大。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 pandemic 让大家远程工作了，对吧？然后远程工作会变成一个现实，那可能会是一个新的常态。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就是remote 这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新的这种协同工作 collaboration 的这些 platform 它会出来，对吧？然后在 contact center 里面，你原来打电话的时候接你电话那个人，他是在一个小隔间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像个操场一样里面的，很多人都在一起接电话，但是你病毒一来以后，这些人都不能在那里，他们都在家里打电话。那原来他需要帮助的话 ，again， 他里面40-50%人都是新人，他一举手就有一个人跑过来可以跟他帮他。那现在他不行了，他一举手，他家里面他也没法拿到这个帮助。那这样的话，其实出现了就是像这种协同工作，就是像 Notion 啊、那 Slack 这些 Zoom 就比较火，但是就是说。Questa 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让那些接电话的人做客服的人，他们一直都在接电话，对吧？他们这 Slack 和 Zoom 这种协同工作，它不是 support 这些人，那我们就推出我们的平台，能够让那这些人能够很好的协作，对他这些very special 的 perform 那个他的 workflow 能够很好协作。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是。pandemic 带来的是 social economics， 那这个其实是个比较长远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 as you know 的 trigger 就是现在其实通货膨胀其实升高了，对吧？然后供应链被打乱了，对吧？然后民粹其实上升了，然后还有就是就是
然后就是社保就是发了很多钱来就是国家印了很多钱。那这样的话，它其实会，我为什么说这一点跟人工智能关系可能相当的，我就在也在瞎想，对吧？我在想就是这个无非会造成几点，就是一旦有通货膨胀以后，这个以前是资产通胀，现在会更多是通货膨胀以后，那它的工资会有膨胀，来工资膨胀 what does that mean？ 那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demand for robotics for automation， 对吧？就以前可能如果最低工资5块钱或者10块钱的话，不 make sense 做了一些自动化的尝试，那现在如果最低工资如果民粹起来，或者去全球化起来以后，这工资涨到30块钱一小时的，那你可能会更能越来越多看到这麦当劳里面可能是机器给你弄汉堡，对吧？可能是以后 Starbucks 可能机器弄咖啡可能会更多，所以就是从这四点来说就是有这些想法啊。的确是，尤其是其实二位虽然都是做 AI 人工智能方向的，但其实就是深耕的行业和领域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咱们观众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对二位已经开始提出一些稍微不一样的问题了，但是如果就是有哪个方向二位其实觉得对吧可以互相补充的话，也可以随时 jump in， 也不非得说是观众对其中一位提的问题大家就只能那一个人回答，而且然后除了还有这个我这边可能提前已经跟二位嘉宾商量好的一些话题咱们要一起讨论以外，咱们可能其他的观众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发在里边，之后我们会一起挨个的这个咱们再交流这个话题。所以要不从这个武平这边先开始，因为咱们其实已经聊了这个泛 AI 的一些这个趋势很久，但是其实并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就 Cresta 这个现在目前团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之前咱们刚刚简单说一下之前融资有 Andreessen 领头啊等等，但比如说创始人的背景，还有这个咱们接下来主要接下来做的这个市场的前景，可不可以请吴平先多分享一下？哦，对 ，Cresta 的话，是这样，它是刚才说就是从那个Sebastian Chern， 他就是无人所谓的无人车之父嘛，他的那个 lab 里面，他原来在 Google 里面 start 了无人车，然后他后来回到 Stanford 去教书了。然后他现在 CEO 叫 Zach， 他是Sebastian 的一个学生。然后 Tim 他名叫史天林啊，他其实也是很有故事一个人，他是 CTO， 然后也是 Stanford PhD， 他也那个时候跟 Zach 两个人就辞职创业了。那个史天林他以前是清华的遥班第一名，就是非常这两个人非常非常 talented。然后那他们做这个公司以后，然后是 Andreessen 投的是种子轮，然后 Greylock 投的是 A 轮。然后最今年的话是红杉 Sequoia 投的是 B 轮，而且是 Carl Aschenbach 投的领投。 Carl Aschenbach 可能他在就是在企业服务方面是很有名，他以前是 VMware President， 他现在投了 Zoom， 他在 Zoom 的 board 上，也在那个 Snowflake 在 board 上，也在 UiPath 的 board 上，包括在 Gong 的 board 上。 Gong 今年刚是融了达到$7 billion 的 valuation。 然后 Cresta 主要是就是 as I said 是用 AI 的技术，然后做就是 workflow 加 AI 的这样，不是 AI 加 AI 这样一个模式，然后是其实服务于这种 contact center。 contact center 可能大家就觉得不是很 sexy，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接电话的地方，或者就是发就是跟 chat 就是 online chat。 然后但是每个公司就是大的公司都需要，因为它你每个公司都有 customer， 每个 customer 除非你是特别大的那种专门做企业服务定制服务，否则你必须得要有客服，对吧？所以或者必须都要有 outbound sales， 就是 sales development。 所以这 market 其实很大，这个 market 大概有1000亿美金，几千亿美金，基本上跟广告差不多大的 market。 然后这主要的这个 cost 是在人的上面， software 里面也有很多，但这些 software都是比较传统的 software。 就 again 我其实看里面其实是有五大trend 的，一个 trend 就是 going cloud， right？ 就是10%几的，现在只有10%几的这些软件都在 cloud 里面。然后但 pandemic accelerated， 然后 going AI， right？ AI 是因为 speech 和那个 natural language 在过去几年都突飞猛进， right？ 所以就原来你说10年前做 contact center AI 是没办法做的，这个因为这些技术都没成，现在是可以做了、right？ 然后 going remote agent 本来是聚在一起，然后现在是在家里面接电话，
然后他要很多协同服务，然后他有新的 training purpose，新的这个 coaching need，还有新的就是知道这每个 agent performance 怎么样。就原来可能你在一起的话，可以比较容易发掘，现在这个都要用软件来实现。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wage inflation，我刚才说了，这个民粹起来，然后这个政府 continue to you know a very easy monetary environment。那会造成这个wage inflation，那这个就是更其实促进了 business 去想办法怎么样用技术做技术化、数字化转型，让这些人更有效率。包括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每年都有40%的人会走的话，那他想可能也能不能有更有效率的办法或者自动化来分担掉一些这样的 workload 啊。所以说所以 Questa 我们现在是 B 轮但是我们也可能有快融资的计划，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团队是有100多个人嘛，然后 engineer 有30几个，最近可能有很多以前一些朋友都加入，就是然后现在可能 engineer 马上到40几个人，所以这个团队是非常 strong，然后我觉得这个 area 也是非常的 promise，当然听上去不是很 sexy，但是我觉得是 you know Questa 有 real revenue right，而且是 revenue 涨得很快。然后这个 board very very strong 啊，这主要是就是这个，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LinkedIn 上找到我，然后我们可以私聊，呵呵，谢谢。当然，我觉得武平听完你对这个行业的分析和对公司的分享，还有这个团队的背景以后，还是觉得这个 business 是很 sexy 的，所以相信之后肯定还会有观众再提出这个之后的问题。然后，当然也想 Harry 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这边研究自动驾驶的一些方向，因为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很多公司在宣布说，可能比较早就会有 L4 这种 Level 4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产品。然后咱们刚刚也聊到，就是现在还稍微会慢一些，但是比较想听一下你的分析，就是为什么现在目前市场可能还没有出现 Level 4级的这种智能汽车，和主要咱们接下来面临的一些技术挑战有哪些？所以我先提一点哈，那个刚才武平讲这个 call center 这个不是 sexy 的这个行业，其实我在滴滴工作那2年里边，我跟这个我们的客服团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 overlap 啊，但是我知道滴滴的客服团队非常非常巨大，是吧？这个那个，因为当时在400多个城市，所以大概是有上万人的这个团队，当时在做跟客服相关的，就是接电话啊，这个接电话每天100万通以上的这个电话进来，这个你想每天3000万单，每一百差不多每100单里边都有一两个电话，那这个每天这个上百万单的这个电话，所以这个是其实这个里边的 business 非常非常巨大，因为如果这个里边 go automation。这个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就是我就稍微 comment 一下股评的这个行业。刚才你说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 challenge 啊，自动驾驶的 challenge 是，其实自动驾驶到现在为止，它有最重要的两个核心的 challenge。我们一个 challenge 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 curse of dimensionality。最主要的就是自动驾驶的这个驾驶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你可以考虑到，就是说自动驾驶这个本身有 weather 的不同的 weather condition，不同的路面的 condition，这个道路的 condition，不同的 user，然后呢，这个在不同的 user 的不同的 maneuver 上，这个所以有不同，就是你把这些都乘在一起的话，它这个维度非常非常高，那维度非常高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场景极其复杂。你要想从深度学习的角度讲，要想把这所有的场景都能 cover，几乎是不可能的，是吧？就是没有，肯定有很多场景没有见过，所以它从这个就是维度的角度讲非常非常高。但这个维度的，就是维度高的问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过去10年 machine learning 上的进步，尤其是这个 deep learning 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做更大型的 network，那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学习，所以各种各样的场景，所以你只要有数据进来，它可以看到用到这些数据去更多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场景，所以这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企业你说现在要去做一个alpha 的 vehicle for demonstration purposes。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多难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学校的实验室都可以做出来这些工作。最主要的就是你可以去顺一个 network， 那你顺一个 network 就可以 handle most of the situation。 那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车企在讲说它可以 handle 95% 的 situation。 OK， 那这种情形下其实是可以商用的，就是商用，就是如果你 claim， 如果你能找到 business model 说我 handle 95% 的情形，那这个是可以商用。但是 unfortunately 这就不是 L4， 你可以说这是 L2 是吧，就是说可以是辅助驾驶的高级辅助驾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是 L2 L3。 那最重要的问就是更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叫我们管叫 safety critical，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场景，就是说跟这个安全相关的一个场景。这个 safety critical 里边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概率事件，因为 safety critical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 rareness， 就是那个 rare event， 那种 rare event 它的 probability 都比较低。那所以在这个在学术上讲我们管它叫 long tail problems， 或者有人管它叫 corner cases 是吧，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corner cases。 那这个但是这些非常非常多的 corner cases 又比较少见，所以你要想去从这个无论是从 training 还 testing 的角度讲，你要想见到足够多的这个小概率事件，就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那这个大量的数据采集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多困难是吧，就是我们如果想象说人类驾驶现在是大概10^6，就是一个 million 的 miles 大概有一次 accident， 那100 million 的这个 mile 大概有一个 fatal accident。 如果我们说最后去测试的时候说要能够validate 的这个自动驾驶说比这人开的还好，那你可以想见就是说这个10^8100 million 的 mile 我们才见到一个 fatal accident。 OK， 那你如果是去 test 它的话，这个可以想见如果从统计学上讲基本上是要 billions of miles 是吧，这个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的。如果是就不论是一个 fleet 还是一个 testing 的这个都很难去达到。所以这个 unfortunately 就是这两个 challenge， 就是一个是这种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long tail 这个 problems。 这两个 problem 是个垂直的，也就是说解决一个问题并不能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而自动驾驶要出现，要尤其在安全方面要能够给 consumer 一个可靠的一个足够多的 confidence 的话，就这两个要同时解决才行。现在还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L4 的这个 vehicle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的。那其实这个在这个业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是吧，就是这个应该说有一个从一个 spectrum 的角度讲，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出现在尝试着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包括从 Tesla 的这个技术路线的角度讲，就 Tesla 就是深度人工，就是做完全全栈人工智能是吧，我从这个从 sensor 的从前面的 sensor 到后面的这个 decision making 全部用人工智能去打通。那它这个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还需要继续突破才能够帮 Tesla 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人开车还不光是一个说我要去 perceive， 然后再去做这个 prediction， 然后再去做这个 planning， 然后再去做 control。 就像现在这个车自动驾驶车的这个那应该说这个技术路线的角度来讲，那其实人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还是要做很多推理，而且这些推理都是我们在瞬间就完成的。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以前讲过的一个例子，说这个在 Halloween 的时候一个人穿了一个这个恐龙的衣服，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行人走在路上，我们知道他就是个行人，但对自动驾驶车来讲他很难去看见的，因为他有个长很长的一个尾巴，那这个就很难讲这是一个人。因为这种场景其实是因为人是有很多推理在里面的，那这个推理现在是实际上是从这个人工智能的角度讲其实还是比较应该说还比较早期。那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就是那我们就要把这些 long tail 一半的去掉，就是也不能光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讲，那要把 long tail 一半的去掉。所以就是现在有为什么说从微毛的角度讲它可以装各种各样其他的 sensor， 也就是说我把周围的环境都感知下来，
把以前认为是狼态度的一些问题可能变成了不是狼态度的问题，我老早就知道了这些情形，我就知道了我怎么去 handle 它。那可能这光是 onboard 的这些 sensor 还不够，所以呢才会出现说我是不是从入侧的角度讲再加入一些新的一些元素给它，是吧，就是不光是单侧智能，那还有入侧辅助智能。那甚至还现在也在做，就是说那是不是还有个 remote driving， 是吧， cloud driving， 就是我有一些情形我交给这个人去 handle， 那这个人但是不在这个车里，可能是在 cloud 上去 handle 一些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你从解决的思路来讲，其实是一个应该说一个 wide spectrum 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思路都在尝试。那哪一个最后会跑出来说会 claim 会有一个能够 profitable 的一个alpha 的 vehicle 就是 alpha 的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那到现在还大家还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其实 Henry 刚刚你提到就是就有这两个挑战，当然就很多这个不同的企业现在想在同时挑战这个方向，就是不知道你觉得现在就是有可能突破这个挑战的解决方案有哪些，并且就是有哪几家企业或者甚至有哪一家企业是最有可能突破这个挑战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讲说某一家企业是或者是哪几家企业会有可能突破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非常难讲。因为过去可能十年到二十年尤其 AI 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夜之间可能有一些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哈，就是所以非常难讲说现在 establish 企业就一定会谁领先谁，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去讲。但从技术路线的角度讲，那有所说的我这个应该说他们有人把它分成说这个 evolutionary 的技术路线还是 revolutionary 的技术路线，那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那最重要的是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这个人工智能上的突破应用到自动驾驶当中来。所以我对自动驾驶车的这个定义啊，就什么到底什么是个自动驾驶车，那自动驾驶车实际上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啊，这个 AI driven 的应该是一个 socially aware 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实体，它一定是 socially aware。 另外它是 safety critical 的，就是它一定不能忽略这个 safety 的这个方面。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它这个车一定是个 cyber physical system， 所以不是一个 mechanical system， 是一个 cyber physical system。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各种样的技术路线都有可能成功，是吧，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你可以想象其实开车是大概人类做的这个就是 routine 的 job 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最复杂的 job 之一，只是我们天天 do it daily， 是吧，就是但是想用计算机来做这件事情，想用人工智能做这件事其实是不容易的。的确是。然后我看到咱们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现在都有350个人同时在线上了，然后我看到咱们观众也有很多问题，要不我先combine 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然后也问一下就是先 target 物品这边吧。因为其实咱们观众里面有几个人也在问说，其实在很多这种 big tech 像微软呀、谷歌呀，有很多这种大公司在可能做类似的同类型产品，所以像这从 Taco 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创业公司是否有哪些 advantage， 或者不知道武平是对这个是怎么想的，对于 competition。 这是哪个问题？咱们其实因为问题比较多，我刚刚 combine 了几个不同的问题，然后最后可以之后再详细的。哦 okay、对对对。创业公司的话，是这样的，我觉得创业公司最重要的优势就是 focus。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历史上技术历史上可能没太多这种创业公司是真的被大公司干掉，就是至少在美国，对吧？除了就是 Netscape， 这个是微软，当然微软那个时候公司还很年轻，还很 launching， 对吧？现在我觉得很少有公司说，比如说 Facebook 那个时候抄了 Story， 但 Snapchat 也活得很好，对吧？ Twitter 也没被干掉，所以我也所以因为大公司有很多 resource， 但是就是大公司里面的话，这个 incentive 其实很难 align。 就是我当然做了13年在谷歌，就是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大公司里面就是人都很聪明，
然后有很多 resource， 但是就是因为每个人想的都不太一样，有就是在大公司里面，比如说最重要的，大家如果很多大家其实关心的很多，其实真的关心的是，如果你要有个 meaningful outcome， 很多是要 promote， right？ 但如果在 startup 的话，就是很多人可以聚在一起，也不用像 promote 就把一件事情做好，来服务 customer 创造价值，那你就有一个比较好的 outcome。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就是怎么样从人的组织架构上，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difference。然后第二个其实说大公司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对吧？然后因为现在很多这种 AI technology 都是 open source， 你其实可以 access。 大公司很大的一个优势可能是有数据，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所谓一些很多的 AI capability 都是网上，其实云上都有这些 API， right？ 就是都可以推出这种类似的 API。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在 AI 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产品，做 deep，做到这个 workflow， right？ 然后真的 understand the customer， 用比较虚心的心态去 actually 做这些产品。然后这个整个公司要，如果是面对企业 B2B 的公司的话，那这个就是协同，是个 team sports， 对吧？像打仗一样，就每个部门之间要好好协调。这些我觉得小公司其实更容易做到。其实我觉得反而我觉得在 AI 创业上，可能小公司的话比大公司一个部门是更有大的优势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其实刚刚是 combine 了咱们几个不同 audience 的问题，当然比较直接的就是咱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觉得现在 Cresta 还有当然之前在谷歌的时候，就是下一个重大突破是什么，然后尤其是上线的时候主要需要克服什么样的挑战，这个是这个原版的问题，然后我又问了另外一个 iteration。重大突破，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人去讲，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域很多东西都在就是研究一些学界和那个业界 research labs 上面有巨大突破。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在做工业界做 application， 所以我不觉得我会是一个我不 qualify 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可以讲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实用上面的话，我觉得 AI 公司的 business model， 对吧，其实也有很多 AI 公司其实不是那么成功，对吧？然后因为当然几年前可能比较火，有很多钱投在这领域，可能这个它的 outcome 可能我觉得应该 on average 应该是不能 beat index， 肯定不能 beat Bitcoin 然后就但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一个 fundamental 问题，就是说每个customer 都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每个 data 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做 labeling， 所以它跟 traditional 那个 software 的 business 不太一样。你微软的话，它一次开发了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卖几百万次、几千万次、上亿次，它放在一个光盘上都可以卖掉，所以它的编辑成本基本上是零，对吧？那所以说它这个 gross margin 是非常非常高的。那 Google 的也是一样，它 Google 开发一个 search engine， 然后它就可以打开印钞机，对吧？他你信一个 customer 跟一个 customer， 其实它的编辑成本是很低的。但是 AI 是不太一样的，你包括就像刚才Henry 老师说的就是自动驾驶里面有 long tail， right？ 各种其实应用场景里面都有一些 long tail， 然后你每个 customer 来的话，它的数据不太一样，你可能要有标注， right？ 一旦你要用人力去标注的话，那这个编辑成本就不是零了，就是每个 customer 你都有一些有个 customer variable cost， right？ 这个的话你的 gross margin 就不可能是像 Facebook、Google 这样就那么和 Microsoft 这样的 economics， 你可能的就那。所以说我现在也是觉得一个 challenge， 就是我是也在做一些尝试，是怎么样把这 variable cost 尽力降到零， right？ 所以是 AI company 其实要 develop 一些 operational muscle，就是 operational muscle。 其实我觉得 AI 其实不光是一个 software company， 更像是一个 DoorDash，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 depends on 你的 use case， 可能 Cresta 可能 maybe 70% 是个 software 公司，然后 30% 是个 DoorDash， 就是有一些要其实 注重是 operational excellence， 怎么样让 labeling efficiency 变高，怎么样 improve 你的 tool 和 process 和流程，包括你的人的 training， 让他这个 turnaround time really quick。 那这个可以说很多，就是这个也决定了，就是说 AI 的公司它的 average contract value has to be really really high， 就是说你这个 SaaS 公司的话，那你可以看它有很多很多 metrics， right？ 一个 metrics average contract value， 那这个东西如果你很低的话，那你就很难做 variable cost，
所以说这个可以展开讲，可以讲很久，但我觉得就大概就说了，就我看的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把 AI 公司的 economics 越来越像 software business instead of service business。感谢分享。其实还有我刚刚在看咱们观众的一些其他问题，还有个人问的更加直接，说这个当然 Cresta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 Sebastian Thrun 之前在谷歌做过无人驾驶，为什么 Cresta 没有做自动驾驶业务？哦，这个是 Cresta， 其实 Sebastian 参与了一些 initial， 但主要是 Zed 在 drive， 是 Zed 和是天灵 team 对吧？那但那个 Sebastian 他做了无人驾驶，然后他现在在他主要经营的公司叫Kitty Hawk。Kitty Hawk 就是他跟在 Larry Page 一起在做那个会飞的车，他无人驾驶车他做了，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太难了，他觉得会飞的车可能能够落地更早，我不知道，因为会飞的话，你看天上也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穿着恐龙衣服的人，对吧？所以你会，所以他现在去做这个 Kitty Hawk，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说到会飞的车 ，Harry 也想听听这个您对这方面的看法。哦，会飞的车啊，会飞的车它一定会有了。那这个也其实也是发展的趋势嘛，就是交通它一定也会立体嘛。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车都是在这个平面上嘛，所以这个立体，从立体的角度讲，那个空间有很大的空间没有被用上，所以未来一定会用上的。我们 commercial 的 airline 它其实用到的这个 airspace 是比较高的 airspace， 它低空其实是基本上是 open 的，那这一部分空间怎么用起来？其实 Sebastian 在做呢，还有一些公司在做，包括国内的小鹏都在做这个会飞的这个车，其实也有国内也有一些公司在做类似的这些事情，这个一定会有的。但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可能相对来说，跟无人驾驶的这个复杂性来讲，其实可能它驾驶环境没有这个无人驾驶的复杂，但它对安全的要求其实也不低，也是安全，对要求的安全的要求也非常高。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这个 regulation 和 policy， 可能相对来讲也不容易，就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更大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的确是，然后咱们当然也有有观众想了解一下这个 Henry， 您在之前在纯做 academia 之前，当然也在滴滴做首席科学家，想问那个时候主要具体负责做的有哪些项目？那就是 long story。对，我其实在滴滴的时候是我在这边 take leave absence， 我还是这边的教授，所以我 take 就相当于停薪留职嘛，在国内工作两年。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负责大概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叫城市交通。那个城市交通的团队呢，就是其实跟自动驾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系。当时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有在 MCD 之前还有一个项目叫 Safety Pilot Model Deployment， 这个是美国第一个这个 Connected Vehicle Test Bed， 就是网联车的 Test Bed。那个大概是12年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呢装了大概3000台车，就是都是 volunteer 的车，装了一些这个 onboard unit， 它就可以去跟这个路侧的这些roadside unit 去通讯。那这些 onboard unit 它实际上就在一直在 broadcast 它自己的 position 的 information。 那其实这些 position 的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车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 sensor， 对这个 traffic system 来讲，它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 sensor。 那既然有这些移动的 sensor 在，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 sensor 去 evaluate 这个 traffic system。 那其中一项工作我们做的就是用它来这个 optimize 这个红绿灯，就是 traffic lights。 那我们当时在这个美国做了以后，后来就有个专利，然后滴滴就 acquire 了这个在国内的这个使用权。然后我们然后在国内 implementation 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就是说很难说我人不去的话，光有滴滴的团队去 implement 大概比较难，从技术上来讲比较难，所以我当时带了我的两个学生去滴滴。所以当时是去的时候是主要是来把这个做这个叫
在国内的时候叫 Smart Traffic Light， 就是把它这个项目做起来，然后以这个项目为主，当时做了一个，就是有一个 business unit 叫城市交通事业部，然后我就当时就带这个事业部，所以当时这个事业部下边就是两个技术团队，一个技术团队就继续开发这个 Smart Traffic Light， 还有一个呢，这个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做城市交通云，就是因为国内的各个城市都有交管局，那交管局里面有非常多的数据，那滴滴也有很大的一个云服务，那他就把这个云服务也要就是应用到交通的这个场景上来，所以就跟各地的交管局合作啊 ，offer 这些这个云服务，在云服务基础上再做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enable 的这些 application， 那个 smart traffic light 是其中的一个，就变成了其中的一个 application。所以我当时大概70%-80%的精力都在做这个城市交通事业部上。那还有一个小的团队，当时因为滴滴也有滴滴自动驾驶是吧，在滴滴自动驾驶里边有一个小的团队，当时在跟我一块在做，主要是做 infrastructure assisted cooperative driving， 就是国内叫车路协同。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小的团队在跟我在做车路协同，所以我大概在滴滴主要是做两个项目。其实说到这个，正好因为这是属于咱们肯定是技术方面需求是要求非常高的，那咱们这个观众也正好有一个问题，说很多企业它其实是有人工智能落地需求的，但是呢它可能缺乏技术团队，这种情况有多普遍？不管是说 Henry 这边可能看的更多自动驾驶，还是说像武平这边可能看的更多软件为主的，如果说企业没有技术团队但是有落地，这个怎么解决？可能武平可能来回答更好是吧？哦，对，我看到就是这个在做谷歌云 AI 的时候也看到这些现象，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就是首先云 AI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把很多 AI capability 能做到云上面，然后能让开发者能够开发出来软件来 on top， 那这样的话把很多难的东西其实做一遍，然后那大家都可以用到，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人为什么比动物强，来，我们生产力能发展那么快，我们现在能说话，来，不用去种田，对吧？我们三个人，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把知识能够叠，现在能够 compound。那这个云，我觉得其实最大化的这个东西，就把这些好的东西变成软件，然后能提供给，就像发电站一样，提供给上层的开发者，然后开发者能够开发出更好的软件，能够让这些企业不用去知道 AI， 能够也能够利用这些 SaaS 服务能够提高它的效率，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后所有的企业都是慢慢都会有数字化转型，都会变成软件科技公司。所谓的以前的科技公司就是像 Google、Facebook 这种是科技公司，对吧？但是以后我觉得各个公司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变成科技公司。那也就是 Mark Andreessen 说的，就是software eats the world， right？ 那当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公司它会被淘汰，对吧？它有些公司它会新的出来，那有可能就是说你几百年下发展出来这个公司，它的架构、它的文化，它可能不是很容易做数字化转型，或者它里面也很难融入就是这种 developer culture， right？ 这种actually 有一本书Jeff Lawson 写的，就是 The Twilio 的 founder 写的，叫Ask Your Developer，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推荐看一看，就挺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他要做数字化转型，但他没有人，他没有这个 culture， 他不能 absorb 这些technology people、 software people 或者是 AI people， 那这些公司可能他就慢慢就是他会淡出历史的舞台，然后回新的公司，然后这公司可能都不是一个公司，他可能就是一个他可能没有 physical presence， right？ 他可能是云上面一个 software， 就像我们刚才说，以后很多金融服务可能都是以软件为主，对吧？那就是，但这也很正常，那就是这个是一个更好，这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产物，对吧？嗯，的确是，咱们也讲到了就是这个技术为主和技术团队的重要性。那其实其他的几个问题可能更跟这个商业化战略方面也很有关系。Henry，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更偏向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有人在问说特斯拉、Cruise、Waymo 等等这些行业领军公司，它其实是有不同商业化的战略的，然后呢想问您是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然后还有就是从美国这些企业相对于国内的一些自动驾驶的玩家来说，就是好奇您最看好哪个，然后觉得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
肯定不会讲，就是我最看好哪一个是吧？就像我其实也非常难讲看好哪一个，就是刚才我讲了，就是说要解决那两个技术，首先要解决这两个技术 challenge。那其实自动驾驶本身 challenge 非常多是吧？无论是从 regulation 的角度讲，从 consumer 的角度讲，还是从这个 reliability 啊什么这一系列，包括 legal 啊什么这些问题，包括其实有人提到 insurance， 其实 insurance 也是其中一个问题是吧？自动驾驶怎么去 insure 它？那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可以要去解决，但是最核心的两个技术 challenge 没有解决之前，这些其他的都不用。都是啊，就还为时尚早，那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在尝试，至少我看到的有最少有三种技术路线在尝试，就是从纯粹的从单独的用 camera， 然后这个完全依靠 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或者是然后这个包括 Waymo 的模式，就是用 onboard sensor， 那有非常强大的 onboard sensor。那还有就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assisted 这种情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从技术路线的角度讲，各个方面都在尝试，包括美国，其实这三个都有哈，就包这个最近这个车路协同在美国也开始逐渐的在重视起来了，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尝试哪一个最后能够跑出来，其实还是现在来讲还是很难去讲，也可能最后是一种 combination 是吧？就是也可能是最后是一种combination， 那可能这三种。都会有，那每一个的程度不一样，可能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很难讲说我现在说我最看好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个未来最有可能成功，无论是这个是到底是美国的这个公司还是中国的公司，其实我觉得目前为止就是因为大家还没有解决，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武平刚才也提到人工智能里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非常多的 startup company 在 try是吧？到就包括自动驾驶，有过去十年，其实看到有各种各样的 startup company 在 try， 那就是因为这里带来的机会非常非常大，而且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多，所以也不排除哪一天再出来一个新的技术路线，是吧？然后这个有一个 startup company 把它做出来，还会先跑出来，那也非常可能。所以其实非常难去讲说哪一个最后能够跑出来的。那也想很快 follow up 一下，如果说咱们不从技术角度上面来说，从商业化战略来说呢，不知道您对这些公司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是非常因为自动驾驶公司里面，其实包括 startup 这些公司里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非常难赚钱。因为这些 challenge 其实没有解决的，它所以要想赚钱的话，必须是一些特殊场景。那现在即使去 define 这些特殊场景，也非常难于赚钱啊、所以基本上这些自动驾驶的 startup 公司还是完全靠投资的。那完全靠投资其实是很难长久，是吧？那个没有人能够把一直在投一件事情，即使像 Alphabet 或 Google 这样的公司，它也很难去说一直在往里投钱，一直不赚钱的这个。那所以我觉得从商业路径来讲，其实特斯拉的商业路径我是非常欣赏的，就是它从以电动车为 electrical vehicle 为起点，那它把车卖出去了，然后采集了大量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再用这些数据来 improve 自己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包括这个自动驾驶的能力，那这种从这个商业模式的角度讲，这个商业模式是一个已经跑通的一个商业模式，是吧？最后它能不能达到 level 4的自动驾驶，这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已经跑通了。那其他的两个我刚才提到技术路线，它的商业模式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跑通。的确是，然后我看到咱们观众其实也有一些问题是，就是对，像对于两位都比较 applicable 的，就是其中一个问题也是，请问两位专家，就是想问二位对 AI 和药物研发及医疗保险这些领域结合的未来有什么思考？因为不管说是自动驾驶方向，其实跟医疗保险这个还是结合也蛮多的，然后尤其是 conversational AI 也很有关系。要不请武平先回答一下。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见解，所以对就从我做的那个客服说 customer service 说 AI 的话，
那有很多场景是在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场景，就保险公司它其实很多人打电话，其实它的 intent 其实是比较就是有限的嘛，对吧？很多其实可能百分之好几十的这种 call 其实都是有，也可以 workflow，你可以把它 automate，或者可以让就是 agent 变 more efficient，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相关的，但是具体是 AI 对药物发现啊，还有对保险上。怎么我不好意思，我其实就是这没有太大见解，不能乱说。其实我可以补充一点哈，就是我其实今天刚刚和我一个同事在讨论这跟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 healthcare 跟自动驾驶 AI 在上面系统拥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两个都是 safety critical，就是都是人命关天的这样的一个 application。那其实这个AI 在 healthcare 上有非常多的应用哈，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应用，就是这个拿这个。照片来诊断嘛，是吧？就是你有一个你有一个 X 光的照片来诊断到底是不是有 tumor 啊，或者是没有 tumor。那这个里边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在里边，那有非常多的人在做这方面的应用。那包括未来的这种就是不是未来了，其实现在也有这种微手术是吧？用那个 robot 进行那个微手术，那这里边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在这里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它里边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就是说，其实都是 safety critical 的问题，那都有这种 long tail 的 event，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其实是有一些共性在里边。对，对保险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见解啊，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涉猎。感谢。其实医疗和保险当然都是经常以大数据为基础啊，所以不管说是从数据分析还是从硬件方面来说，其实我相信互通地方还是蛮多的。但是真的挖入到这个行业非常深入的地方的话，其实还是可能大家会关注方向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咱们其中一个观众也在问，就是说如果纯从 AI 技术里边只挖出来自然语言处理，就只挖出 NLP 的话，不知道二位觉得有哪些比较有前景的一些商业的应用场景。武平可能比较熟 NLP。哦，对，我觉得 NLP，就 Google 嘛，对吧？Google 其实本来就是个 NLP 的应用，但 Deep Learning LP 的话，它也在 Google 里面，各种各样场景，就是 Google 啊、Gmail 啊，对吧？它有 Smart Reply，然后你现在打字的话，它可以很快给你自动 complete，然后现在 Docs 也有 Summarization，对吧？Meeting，那这些都是应用，说到就是外面的，就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有兴趣的，就是在智能客服上面，就是智能，因为其实人和人对话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其实可能我其实都不知道这个，做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车和做一个完全能够你跟他聊可以聊聊几十个小时，然后你不觉得这是个机器人，这两件事情哪个会先发生？对，可能都要花很多年。但是在这个客服里面呢，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因为这客服里面它是以比较结构化的这个对话，对吧？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目的是很有限，因为打电话来没事儿，没人没事儿去打个客服电话去跟人聊天，对吧？对，所以说这个而且还有很多就是有反复，对吧？而且是个闭环，它的对话的结果，它做了一些什么行为，这些都是一个 control environment，所以。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就像刚才 Henry 老师说的，就是无人驾驶和 healthcare，它的 downside，if anything goes wrong，AI goes wrong，the downside is huge，right？但在客服里面，你 downside 你也没什么 downside，你最多你推荐的东西不好，或者他就不看，那就跟现在差不多，对吧？或者机器人他说话说的不靠谱了，那你就直接跳到。人工那个智能的，去跟一个真人的说话，那当然911这种是比较，或者120这种救命的电话不会用机器人跟你来接电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的对话的对话比较结构化，然后可能性是有限，然后 outcome 是 measurable，然后是 repetitive，很多人都在进行这个通话。然后第五个是，就是它的 downside very very limited，而且它每一个 call 都是 separate。你做好一个东西的话，就能有 business impact，然后你就能分到钱，对吧？所以这个跟无人驾驶不一样，无人驾驶你要一定要从零到一，
你当中做 50% 60%， 包括做到 99.9% 可能都不一定够，但你一定要做到一的话，你才有商业模式上的突破，对吧？所以这是这里一些上不太一样啊。嗯，其实这个跟咱们关注另外一个问题也有点相关，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可能还是会以软件，尤其是 NLP 肯定是以软件为主。那这个观众的问题就是说，现在 AI 尤其是当然自动驾驶行业，主要力量好像都放在偏软件方面，所以很多公司反而在硬件方面投入的不管是资源还是人力都偏少。然后这位观众问题是说，这样对吗？不知道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不应该不完全是哈，就是因为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因为软件部分的 challenge 更多，就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软件方面的这个 challenge， 所以这为什么大家投入巨大的这个人力物力在这个方面。那硬件上的提高比较应该说硬件上提高其实不容易，就是更不容易。那其实。头部的自动驾驶公司其实它一定是它一定是软件硬件都做的，它不可能说只做软件不做硬只做这个软件不做硬件，它不太可能，它一定是一体一定都会做的。其实我刚刚在看另外的几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在问说，这个如果说是在一些比较远离AI 非常 heavy 的一些发展中心的话，就是感觉好像很多公司其实都比较 center 在硅谷这边，比如说有很多人在 base 在一些其他的城市，感觉好像这个氛围就没有那么的强。不知道二位感觉就是如果说可能不再说是非常关注 AI 的几大 hub 吧，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就是怎么可以更好的 engage。 就我先讲，主要是，在 Michigan， 因为对这个 heavily 的这个 automotive 是吧？OEM 其实在我在 Michigan 大学那周围，其实大部分应该说非常多的企业是跟这个交通相关的，跟这个车企相关的这些企业。自动驾驶也非常相关的这些公司啊，这些研究机构非常非常多，所以可能我在这儿体会的可能跟这个别人体会的不完全一样。其实这边也是非常，应该说不光是三藩，还是这个就是不管是硅谷还是在 Detroit 的这一片，本身应该说这个行业，而且就是。目前的这个交通里边的这些变化，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那未来的这种就是所说的这个 connected automated 然后 shared 这个electrified， 这个已经是共识哈，这个新的四化大家都觉得已经是共识了。所以这个应该说大家想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共识的，只是说可能有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源更多，这方面的资源少一些的这些问题。不知武平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没有太多要补充，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是个难题，但是现在好的趋势就是大家都 going remote， right？ 而且我觉得 remote 可能会变成一个新常态，所以很多这些可能有新的这种协同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其实可以远隔千里可以聊一聊，通过这个 Zoom 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我就没有什么要补充。嗯，好的。然后看到还有观众其实在问，就是是否AI 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隐私的隐患或者风险，然后不知道现在有哪些解决的方案，不管是当然可能客服和自动驾驶这边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隐患。Henry 老师，要不您先吧。我们 by default 就 Henry 老师先，我就是 go after。对，就是无论是隐私还是 cyber security， 它这个从自动驾驶的角度，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这里边不光是隐私的问题，还其实有很多安全问题在里边，是吧？就是因为未来的车，假如说自动驾驶之后，包括就
即使不是网联的车，就是即使不是 connected， 那它因为依靠外界的这个，就是通过自身的 sensor， 它也要依靠外界的这个反馈回来，才能够去这个 detect， 然后才能去做prediction， 做这个control 的这些 decision。 所以就有很多种可能，包括现大家看到，就是说我即使在路侧放一个 different sign。那个 sign 可能都会干扰到这个车本身的这个 perception system， 所以这方面其实是一个，应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cyber security 的这些问题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自动驾驶这个行业，包括不论是研究还有就是学界还是工业界，都在 actively 的去寻求这种解决办法。嗯。我尽量在观众的问题里面挑一些，就是对二位都比较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最开始是比较 direct 到这个武平老师这边的，但这个有观众提议说，像比如说如果要提高 labeling efficiency， 不知道 unsupervised learning、 self learning、 transfer learning 等等的是否会比较 effective， 当然可能跟二位研究方向都相关，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的。哦，对 labeling 的话，对，从这个就是 labeling， 我觉得这整个 operation improvement 有三点，一个是就是很好的人的 training， 就是 labeler 的选择很重要，教育很重要。第二个就是 tooling 包括它里面用的这些 underlying 这些 technology， right？ unsupervised learning 可以帮你自动 detect 那些 intent clusters 在 NLU 里面，那个这个可以加快你的 taxonomy discovery。Right， 还有就是 transfer learning， of course， 就是如果能够 build 一个 general model， 就是 for 那个，比如说一个 domain 银行里面，它就是比如说有这些 intent， 如果你能够 train 一些global 的 model，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太去 label 新的数据， right， 这当然是很 make sense。 Right， 还有就是 active learning， right， 就是你怎么样就是能够一边 label， 然后一边让 labeler 去 label 更有效率的，怎么样让它的时间化的更有效率。对，还有第三个就是那个 process， 就怎么样，就是这个系统其实很多可能 process 有变软件的 process， 可能就是一个同样的样本，你可以让两个人同时去 label， right， 然后你也可以让一个你比较 trust 的人，还有比如一个新的 labeler 去 label，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软件能 building a lot of guardrails， 然后能够就让你可能不是太 trust 的这样的 labeler， 就是你也不用知道太多它的背景，它可以这样的话，这个 tool 就可以让别的公司它有自己的数据，它可以 label 自己的数据，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办法可以 scale up，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在这里。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我这个家里小孩要去睡觉了，所以我要这个，我可能因为这个我这边因为不在三藩嘛，所以我这边应该已经11点，晚上11:20，所以可能我需要下线了。是的，是的，感谢 Henry 的分享。我知道咱们好像 schedule 也还有7分钟也就结束了，要不 Henry 那个可您先带孩子睡觉，然后可能武平，要不咱们再聊几分钟，然后咱们就 wrap up， 可以吗？好，我可以再聊几分钟。好的，好的，感谢 Henry 的分享。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辛苦了，晚安，晚安，拜拜，拜拜。然后要不咱们就 take 几个主要 target 给武平老师的问题吧。这边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我问一个英文的问题吧。But one of our questions from Steven is, what are the major benefits to using Cresta's product, whether it's in terms of saving labor costs,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able to reduce call duration, or is it saving on training costs, improving call quality? If you can elaborate a bit more. 对，就是Cresta 其实是 multi-dimensional improvements, right? 它刚开始是做那个 sales chat。Sales chat 只有一个重要的 metric， 就是这个 sales efficiency， 你能够 close 多少新的 deal， right？ 这个 Cresta 可以 prove A/B test， 就是能够significantly improve 那个 sales conversion， 能可以有 significant revenue lift， right？ 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 NLU 的这种 use case， 就是 agent 可以，我们可以自动给它产生它要说话的东西， right？ 还有它 smart compose， we don't， so agent doesn't have to， so the key metrics there is the number of keystrokes。Right, the number of keystrokes will significantly go down, right? And the one agent can previously maybe handle one or two conversations, now they can handle like four or five conversations at the same time.
但 longer term 的话，就是我们是像 again 是做平台加 AI， 而不是就是 although we start with AI， 但是就是我们会要做平台加 AI。所以平台加 AI 的话 ，what does that mean？ 比如说在 contact center 里面有不同的角色 ，agent 只是一个 ，right？ 还有就是他的 coach， 他的 manager， 就是怎么样让这些 manager 更好的帮助到 agent。那也有很多 AI 的technique 和 AI 的产品可以帮到让那些 manager， 比如说他现在 manager 要找那些 conversation 来帮助这些 agent， right？ 他们 agent 每天可能有好几十个 conversation， 但 manager 他不可能去一个个找，对吧？他就找的他，所以他只能随机抽取。现在就每个 agent 可能 1-2% of a conversation will be audited， will be for quality assurance。但是 AI 的话，可以很快的发现，这可以快速 scan 所有的conversation， 找到一些有趣的，就是比如说你 expect agent 做一些 compliance， 他比如说没有做，他你 expect 他 follow 一些 call， 他没有 follow， 或者他比如说里面有很多这些 interruption， 他也比如说这 custom sentiment is not good，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都抓取出来以后，提炼出来以后，让你很快用 search， 然后用dive down， 然后有 combination of exploration and search to quickly narrow down on what conversation to train on。to coach on。 还有就是 manager， right？ manager 可以，原来他不知道你们 conversation， right？ 每年可能几百万个 conversation 在这个 call center 里面，他都不知道用户主要 complain 什么东西， right？ 那现在大规模能够做 NLP 的话，他就可能很快可以知道，最新有些什么问题啊，有些对我们新发布的产品 customer 有些什么抱怨，这些都在他的 call center 里面。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AI 的技术运用在这个 call center 里面。而且都 as you know， 这个每个都听上去都挺有商业价值。非常感谢。然后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吧。咱们其中一个观众问到，请问老师 ，AI 如何和元宇宙结合 ？AI 和元宇宙结合，对，这两个都是很 hot topic。然后 AI 和元宇宙 VR 还有区块链。但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公司叫 InWorld， 其实是一个我们以前 Contact Center AI 里面一帮人出去他搞的一个元宇宙里面的 AI， 就是他是在元宇宙里面做 bot， 就是元宇宙里面就有些机器人他可以是你的 server 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他做一个开发者平台，可以让其实它跟那个 contact center bot 有点像，它也会说话的，它有一些 behavior。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挺 interesting 的一个结合，这是我知道的一个 startup is doing that。但是一般我觉得 combine 几个比较 hot 的 concept， 一般这很难 work out。就是如果这个 startup， 因为就是你看历史上比较这些 significant 这种比较成功的这种 startup 很难公司，一般它做的东西刚开始可能别人都不是很 buy in 的这样的东西。So you have to be contrarian, but you have to be right. 但如果两个非常 hot， 一般把它结合起来的话，一般我不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workout 的一个，就是我，但也有可能是我想法比较肤浅。这个，但我可以看看 inward， see what they do。Make sense， 可以看一看咱们观众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使用场景。然后我知道咱们也大概到了咱们之前预定好的时间了，所以也再次感谢武平老师的分享，然后也感谢这么多位观众这么积极热情的问题，然后最后也感谢这个咱们品玩这边 Think 大会的团队的组织，非常感谢大家。对，谢谢硕，谢谢 Daisy 组织这个考。这个，然后谢谢大家，这么晚了还来听这个 talk。对对对，感谢武平老师，感谢我们硕的主持。我看到我们观众群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啊，对于那个两位老师的分享，没关系，大家就是如果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Krista 啊招聘啊，包括整个公司的业务的相关的信息呢，也欢迎联系品玩，联系归心人，当然也可以在 LinkedIn 上直接去跟我们武平老师来 link 一下啊。然后当然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可能到现在就要结束了，因为今天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很长的时间啊，很影响就是两位嘉宾的这个休息啊，然后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明天呢我们还有一场关于这个职场硅谷职场的，我们有 Facebook、 Google 还有 Twitter 的华人副总裁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职场
论坛的分享，也欢迎观众们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活动。然后今天就非常感谢我们的 moderator 硕，然后还有我们的嘉宾武平老师的参与。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晚安。谢谢，好，晚安。谢谢大家，谢谢 Daisy， 谢谢硕，拜拜。谢谢，拜拜。